中华民国112年9月18号星期一，我们刚才听的 I Like 首播是曾立新还有阿基唱的《跨老嘞》哦，真的很老嘞，但是他一直心里蹦蹦跳，请大家记得心来蹦蹦跳，这个歌非常适合我们赏月，还有去庙会的时候唱。现在还有庙会，大家一定要这样。哎，我觉得反而最近自从疫情以后，庙会更多了。超级多人喜欢参加庙会跨老嘞。好，中秋节准备要到了，又到了我们给大家好康的福利来了，请大家密切注意哦。这几天开始哦，我们会不定期的，不是，应该是说我们会定期，而且会定，但是我们会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现在不能泄题嘛，对不对？请大家到我们的官网中广流行网 I Like Radio， 然后活动专区，然后影片活动影片的下方我们会有留言，但是还没有告诉大家是什么啦啊，因为你要收看这个讯息呢，你才会知道你要回答什么，然后会抽奖。但是呢，你的留言一定要按赞分享公开。这个分享就是要设定公开就对了，然后你才可以参加我们这个符合我们这个抽奖的资格。那我们的礼物都是非常棒的。今天提供的是蜜蜂工坊提供的捏捏蜂蜜，有200克，很大条。这个捏捏蜂蜜你知道吗？就有点像那个牙膏那一种，它是那一种形式的，就是随身带着。没有叫你用蜜蜂刷牙了，蜂蜜刷牙，它是你随身带，你要放在挤咖啡啊、喝柠檬汁啊，还是要野餐露营啊，都非常的适合。烤肉嘛，烤肉上面不是要涂一层蜂蜜吗？好，捏捏蜂蜜就像挤牙膏一样，非常简单，随带随挤，随时刷肉哈。记得上我们的中广流行网 I Like Radio 或那个中广活动专区，好，要官方的粉丝页哦，然后在活动影片的留言处，好，按赞分享公开，这个才是完整的参加活动，然后我们会抽出中秋经济学的中秋好礼给大家，希望你们都可以抽到你们想要的商品。好，中秋节要去哪里玩，要去哪里烤肉，要去哪里赏月勒，请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决定要出去的地方，慢慢的开始可以准备了。因为我觉得今年的天气应该会非常好，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才好像过完这个端午，这个节庆会非常密切，就是你过完端午节的时候，你就开始要准备拜拜了，中原普渡，然后中原普渡根本没有过多久，马上就是中秋节，然后再过来就是双十节，然后再过来就是双十一，再过来就是双十二，然后今年拜拜 Happy New Year， 带着钱包， 在年尾会带着很长的卡费清单，对啊，度过今年。哇，而且我现在都非常期待双十一耶，购物节。假如说我大概十月中有要买的东西，我现在就会留到双十一。但是双十一我不是在那个，以前我会参加某个宝的双十一购物节，有点淘气。对对对，但是我们有点俏皮。但是我们后来双十一变成是那个脱单日之后，嗯，其实脱单不重要，重要是脱单结束后要赶快下单。对，脱单日吃了那个糖葫芦以后要赶快下单，因为双十一真的他送的东西超多的。台湾的电商算是真的档期很大了。对对，这真的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档，还没有到啦，我只要预告，但是中秋节要先过完啦。今年大家会不会对于那个你要吃什么烤肉的礼盒有没有期待？烤肉的礼盒哦？对啊，我现在因为今年有小孩就不会烤肉了，而且之后我们都是订烧肉餐厅，就是这么的懒。可是烧肉餐厅是不是马上就客满了？很快就客满，所以都会订到一些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吃的。是，吃到饱，但是就是比较粗糙一点。嗯，我跟你讲哦，我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去那种烤肉餐厅了。烧肉餐厅吗？对对对，烧肉，对，应该讲烧肉餐厅了。那串烧呢？串烧，串烧，我觉得居酒屋的还比较，我也不会去。我还以为串烧，我本来想讲说比较，结果我也不会去。为什么？我觉得串烧的那个肉不是我爱的。
太少是不是？太少，而且很，而且很大部分的居酒屋的肉的口味都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嗯、就是他们就比较清淡。欸真的比较清淡、啊，就比较流行只用盐巴、啊，盐巴，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顶多葱、啊，对对对，然后量很少，这个是特点。啊，对啦，对啊，你一盘顶多就三串四串，然后分两串，都是鸡屁股大小。基本上我都认为那个都是塞牙缝，尤其是最近牙缝又变宽了。哎、欸，人的年纪大，牙缝本来对，所以真的是塞完牙缝而已。所以我觉得我很少去居酒，我就是觉得它的量太少了。这些事情加上你又不喝酒，再加上他们好多主食，我看了都以为是前菜，就是那个碟子。啊，对，对你都会觉得说这个当然是主食，不是我点了前菜吗？还是主食呢？汤也是小小一杯的感觉。对，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虽然我不是很爱吃，但是因为很多店家都觉得这是妈妈为什么家乡味叫马铃薯炖肉，好吃。好、哦，你不喜欢哦？我觉得这种是什么菜也敢端出来，就是一种非常家常。就是好啦啦来啦，因为我们现在待会大家你们反正现在又不call in进来，对不对？我们茶水间先给大家那个备餐室好了，就是他会放蒟蒻，以日式来讲，他会放一点蒟蒻，然后放一些少量的肉，极少量的肉，然后再马铃薯、胡萝卜、蒟蒻，就是洋葱，讨厌的洋葱就是最大的主角。你讨厌熟洋葱还是生熟都讨厌？熟的讨厌，生的不讨厌。嗯，生的很好吃。会讨厌它是甜的时候。对哦，它好好吃哦，生的好好吃哦，但熟的不行。熟的那个，我最近一直跟那个火锅店某个火锅店跟他说，你要炒洋葱的时候，可不可以炒完把它拿走？因为他炒洋葱只是为了爆香，你知道那一家吗？就是要戴帽子浴帽去吃的，算是一个城市的一家火锅了，算是一条路名了，某一个路名。因为我跟他们是好友，我后来终于讲说，你炒完洋葱可不可以把它捞起来？因为他炒完洋葱加了那个高汤以后，洋葱就很难捞了，就漂浮，对，它会四处串流，四处串流，所以就。再加上更讨厌的胡萝卜丝，引发你极大恐慌，引发我不管怎么吃都会吃到吃一点嘛，不管我怎么吃都会吃到串流的洋葱跟漂流的胡萝卜丝，真的是令我很困扰。好，我们刚才说中秋节大家可以提前出去玩哈，我们的客家博览会，桃园，我爱的桃园，在怎么去嘞？那天有跟大家讲说，客家博览会有吃的、有喝的、有看的、有玩的嘛，对不对？然后可以一直到10月15号以前。然后如果你们是不管从哪里来的话，你可以在青浦机捷机场捷运 A19 站旁开始，好，就有许多动态的，有展览作品啦、啊，有光雕秀啊，晚上啊，还有儿童美术馆、海螺文化体验区。还有客家茶文化，好，有8个大馆，所以在10月15号以前，欢迎大家把握上网，可以好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展区，然后怎么样攻略哦。好，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茶水间有大动态，对不对？越来越明确了，所以其实是，所以对对对，其实那个时候一直想说3+1，3+1，其实现在正确的是说。有表态要参选的是四组了，但是有没有真的在最后选举公报会看到几组，我们不晓得啦。对，但是现在确定有四组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像很多人的那个民调还没有做出来耶。我们是最真实的，毫不掩饰。礼拜一目前还没有看到。对，通常做民调的话，你不会看到大家的意见是什么，你只会看到设定的题目。对，我们不是。我们直接就这么直白，就是告诉你，你就告诉大家你要投谁，为什么？对，所以呢，所以我们今天的有不用通关密语了吗？我们今天就是諮商费80分钟，主要就是这个副总统人选，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支持对象？对象不是你有没有觉得风向又往哪里变？还是我们还是要一二三四？对不对？嗯，是不是？嗯，是不是要决定？还是就是你要吃猴头菇？可以，因为这个蚵仔煎这是固定的，对，蚵仔煎嘛，猴头菇嘛，然后赖尿虾嘛。可是现在又有另外一个赖尿虾出来，所以我们就还是锅烧意面，
对不对？不然你就直接讲你要第几的名字也可以，好不好？就是这么直接，但是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来告诉我们你的心目中的选项是不是有改变。但而且你不要再讲说你希望谁跟谁合了，因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我们还已经有四组的话，我们现在直接就讲说你要选哪一选谁选谁最快，好不好？0225099933 0225099933，你不打来我就继续讲洋葱跟胡萝卜丝。好，真的。其实常常大人不喜欢吃的东西，对不对？嗯，更多，所以千万不要再讲说小朋友挑食了，因为有些大人挑食的程度更夸张。我真的有在想，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食物到底会不会有影响？因为我第一次吃到苦瓜的时候是我外婆炒的，然后我外婆很会做菜，哦，那超好吃，所以就好好吃哦。对啊，清炒苦瓜，然后加一点豆豉啊什么的，然后就加酱油。是，因为我外婆是什么都加酱油。哇，你外婆完全是，这是好吃。你外婆是那个以前有个日剧，我那天才看到，哎，真的好有默契哦，泽口静子演的酱油家的女儿，没有人知道了吗？不是讲了一个昭和剧吗？0225099933 ，Hello， 哎，讲完酱油就大家是要攻击我不吃洋葱吗？所以让我现在我觉得生苦瓜，苦瓜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第一印象好像很重要哎、欸，所以你有没有第一印象？你对洋葱的第一印象出了什么事？我对洋葱第一印象哦。就是没有第一印象哎、欸，就是吃了别的菜吃到它，就是没有印象，就是没有印象啊，所以才会觉得这什么东西。0225099933 ，Hello， 你好，你好，哎、欸，你好，哪里？郭台铭，哎，哪里打来的？哦，高雄，高雄哪里？哎、欸，高雄那个307自由路。身份证之后不要讲出来哦。哎、欸，你快要讲到你家的门几楼了？嘿，门共好，那来，你要你要选谁？郭台铭啊，郭台铭啊、哦，对啊，因为很简单啊，啊，很简单，他是真的，他是真的中华民国派啊。哦，只有他是吗？侯友宜以前也是民进党的人嘛，哪有？你们很简单嘛，你问白冰冰看要不要投侯友宜，会不会支持侯友宜？对，但是还有那个柯文哲是民进党派出来混化尊这个中间选民对吧？嗯、哦，你能搞清楚这点哦？欸、有一部电影甄子丹演那个关圣帝君嘛，甄子丹有演他说你怎么对汉献帝这样嘛、哦、然后给他讲说这五百年后还是句屁话、哦、所以柯文哲讲的都是屁话。好，那哎、哦欸、你的名字，你不是你的名字，不用讲你的名字，怎么称呼啦、哦、我姓周。好，三民区自由路周先生。 对啊，你从头到尾都是支持郭台铭对不对？不是，我是后来才想通的。真的，后来才想通的。我说啊，真的中华民国，真的能代表中华民国的，还是郭台铭。那你之前是想选谁？之前我是想说啊，柯文哲跟郭台铭的整合一定是啊、哦，选一个。哦、对，但是我是这样想，但后来我想通了啊，不行了，因为柯文哲是民进党要利用出来。哦，那个风化中间选民的，所以不能填。他讲的都是屁话。好好厉害，被你想通了。他讲的，我眼睛睛他讲的都是屁话吧？他终于想通，终于看穿了这一切的计谋。对，我讲的是实话，我们没有，我们不是说，就是好说打。那如果说那这样子，如果说他后来不联署，他不想不参选退选，你要选谁？不会，哦，战略，战略，哇，大0225099933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hey, ，你好，怎么称呼？姓严。严小姐。对。啊，哪里的严小姐？大寮。大寮。高雄。高雄，严小姐。哎、欸，好，来一，那你要投谁？一那个。投国民党。不，那你要讲候选人。候选人是侯友宜。好，你是小林。侯友宜。好。其实，哎、欸，我怎么觉得他声音是小林？对啊。是不是高雄小林才对？怎么变小严了？是小林吗？小林，不是严。好，小严好，一个人只能投一票 ，OK。好，小严，高雄大寮要投国民党侯友宜。哎、欸，我们应该报一下好，0225099933，0225099933。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喂，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是高雄，高雄哪里？我姓郑。郑先生还是郑小姐？
郑小姐，郑小姐哈，郑小姐，对，来，你要，我们今天比较直，我直接，你要选谁？我今天就直接锅烧意面啊，终于，终于啊、哦，符合你的期待吗？可是他一直都有参选，因为之前都是，之前都是0.5而已。哦，所以今天是完整的了。之前是0.5的。哦，我知道，今天就是说，如果那个谁，你就要0.5，对不对？哦，我在，我在，我在。他真的非常 follow 我们的每一次的茶水间呢。对。我今天一定要给你奉茶一杯，来，请问你要你要喝什么？你要乌龙烘焙还是蜜香红茶，还是我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好，我们今天茶水间就是要奉茶给你。他今天终于完整了，0.5不0.5，已经就是要就是要锅烧意面哈。对 ，OK， 好，谢谢你，0225099933 ，Hello， 你好 ，Hello， 喂，0225099933 ，Hello， 你好，哎，你好，是，然后要说什么？不是，啊、贵姓？贵姓？我支持柯文哲。哦，你住哪里？住台北大直。台北大直啊、哦。对。哇，你一直都支持他的吗？啊、没有啊，就这一次。哦，就这一次啊。对。好，为什么？理由就是我们国家那么久了，我们需要一个哎，等一下想不起来，就是模仿类似新加坡这样子，用科学化的方式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哦、不要再人模不张了，就这么简单了。是是，对，就换一个，受不了了。换一个人模不张，受不了了。换一个领域的人就对了，对不对？本来就应该用科学家来办、嗯、做事情啊。好，你怎么称呼大直先生？我姓郭。郭哦，郭先生哦，是，你没有要投郭哈、哦？重点是我62岁，但是我支持柯文哲的理念。嗯，这本来就是一直我们追寻的理念。但是你声音不要再法律系了，拜托，受不了了。对，我就觉得你好像不要再法律男了。对啊。好，嗯、好，柯先生啊、郭先生，郭爱师，谢谢。好，谢谢你，郭先生。不会，谢谢，谢谢。感谢。02209933 ，Hello， 你好。你好。哎，怎么称呼？外岛，金门。哦，金门呢、欸？嗯。金门怎么称呼？金门的哪里？猪头。后埔，金城，金城。金城啊！大金，大金。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最近不是说你们金门对不对可以买厦门，然后马祖可以买福州，好、嗯哦、等同国民待遇，嗯，你的意见觉得如何？金门好啊，很好，但是现在以现在老共那边的那个房地产，它股牌效应，对它不是很好，性价比不高啦，我们早年。金门人投资厦门海西地方的那个房地产，他都得了很高的投报率啊，获利。哎，对对对对，毛坯就可以了，就给他放着啊 ，hold 住就可以了。那你有买吗？我们父子辈的有买，我们当初眼光短浅、哦。那他们有没有获利了结了？有的有，有的现在还放着。我甚至在厦门还有认识那个专门帮台湾。我们金门同胞管理的、啊，很早人家很先进啊，很早他就房仲就有那个物业管理啊，是啊、哦，贷款托收啊，而且那个人很殷实啊，没有像我们被人家掺和的说怎么样怎么样，人家他一切都很正规。好，那厦门那个下河路啊，好了、嗯，你住在金门最热闹的金城区了哈，好了，那猪头你要投谁？猴头菇。猴头菇，酱杠的啊，酱杠的，对，好友谊，好好好好，我知道、欸，因为我知道金门房地产是没有跌的，而且一直涨的，没有，现在涨这个是比较假象，为什么？嗯，这个不好说，对对对对，反正我就直白跟你讲，现在涨的这个不够扎实啦，哎呦，对，感觉泡沫就在你的手中、欸，哎。也不是这样讲，我的视野是跨中港台，好强啊！真的真的真的，我财报都换四本啦、啊，真的。原来我们要的那个人就是你 ，OK？ 我们是有所本，我们不做眼高手低的事啊。卡打西得，我快60岁了呢。哦，刚刚那个62。你快60、啊、我从九楼在景湖大楼就是他的分析。哇，太强了！你看看，對你会觉得你听中广永保青春吗？当然啦、啊，我们这么强的那个leader，你看老赵多强啊！我一直在讲老赵为什么不出来选呢？
啊，他想把机会先给学弟嘛。不是我左听右想，老赵是最佳人选呐、啊，视野宏观高度。谏言呐、啊，谏言呐、啊，哎、欸，你从金门开始连署好了 ，OK 哈。希望这一段老赵有听到。好，那我们今天也要给你奉茶，因为他毕竟听我们的节目已经这么久了。对，而且你看我讲的简洁扼要，言简洁扼要，而且你讲的重点，金门这一波是涨假的，这些人是不是？不是的，不够扎实，不够扎实。不是很具有实质的嘛，真的。虽然没有做房地产，但因为在商言商嘛，我搞医美的嘛。啊，哇，我们才要给你一个那个噔噔哎，哎、啊，搞医美的，那你有在对岸做医美的生意吗？我明年投共。好吧，你到底要投侯友宜还是投共啊？没有，我说人呐、啊，人呐、啊，好啦，人要去了。我要去大中华做生意啊，好吧。那希望你可以带动他们的消费，好不好？据说他们最近蛮低迷的。我讲，我们这个东西是互惠，互惠。因为中华，我最爱用华为手机了。我是觉得你最近应该还没买到新款吧？哎、欸，我想办法要从赶快去弄一只来。哎、欸，对，好，这个要弄的，弄一只回来再跟我们说好不好？看他的卫星收讯如何。我本来之前要买荣耀啊，我一直在等荣耀。那是之前的吧？那应该好像没有了。不是，荣耀是比较前一代啊。哎、欸，不是，荣耀的 label 比较没有华为那么高。好，你如果拿到，你记得你就在长城打一通给我们哦。哈、欸，我通常会在北京。好，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尽量多接一些，然后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那个符合你心中的人选已经出现了。0225099933 ，Hello， 你好，喂，好，我们继续洋葱胡萝卜丝咯，0225099933，继续外婆家。我们上一周因为还没有表态，对不对？也有 0.5 的出现。上一周的票是什么？几比几嘞？上个月了，郭侯哥柯侯这个那一次的配，就是好像都是333嘛。上次的比数是那个郭柯四，要不要整合？上次的重点，郭柯跟郭侯是最多票，一样多票。郭柯跟郭侯，对，但是都有郭啊。柯侯配吧，好像是柯侯，柯侯配是第二名嘛。0225099933 ，Hello， 你好，你好，是江太，怎么称呼？周先生，哎、欸，你不是该的那个吗？该的周先生，不是那个。不是第一通的周先生，对不对？不是。好，哪里的周先生？台北市哦，你住哪一区？大安区。那你要投谁？猴头菇哦，因为他有一个证件很好。啊、你讲要八四两表吗？60多岁啊。嗯。以前照顾我们上一辈啊。对。为了八四两表跑医院拜爹爹拜奶奶的，就是很辛苦的拿到不好拿啦，真的不好拿。没关系，拿到了外劳又很难请。对，很难请。那猴头菇既然他很大方说80岁不用八四两表都可以，我觉得应该更放宽，只要有需要的。就可以请，只要有需要的就要请，支持你。对，其实根本不要设限，只要你有需要就可以，对不对？有的30-40岁也生病啦，可是他有需要。对，不过那个可以拿到84两表了。不是，有些他如果30-40岁生病，那个也是拿得到了，只是比较麻烦。就真的需要啦，对，有需要就可以了，好不好？哈，谢谢你，这是猴头菇的做法。感谢大安区的周先生，谢谢。好，0225099933 ，Hello， 你好 ，Hello， 嗨，你好 ，Hello， 怎么称呼？对，柯文哲。好，你怎么称呼？我姓杨，杨哪里的杨？杨先生吗？来自宜兰的。宜兰的杨先生，然后柯文哲。那如果他整合，不管他跟谁整合，你都会选他吗？如果是他有整合成功的话，选，一定选，一定，任何交集只要有柯这个字，你就一定选，对不对？没错。好，
柯粉，上次我们的也是、欸、只要有那个组合有柯的也是第一名，对不对？好，0225099933 Hello， 你好。其实翻叫我做统计，我发觉我是一个完全没有纪律跟那个理逻辑的人，就我自己也看不懂。没关系，我有在统计。我怎么可能信交给我呢？我在想说，哎、欸，他每一通也都有哎、欸，我真是不敢是就这样不管、啊。不是，但是后来我发觉，为什么投周的有一票，投严的有一票？后来才发觉说，哎、欸，我有些是打电话进来，打电话他的信，对，所以我现在已经乱掉了，你知道吗？我这虽然说有那么多通，但是我真的看不懂到底现在是谁赢，现在跑分是谁在前面呢？0225099933，欢迎大家踊跃来投票，因为我们的投票是最直接的，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透过手机或是那个视话，我们直接是空中。我们喊话，而且我们不是打出去的，对，是你们打进来的，也就是打进来的，不管天气如何，零下还是零上，他都一定会投。没错，对，所以我们这个才是最精准的，真的是真正的票，是真正的铁票啊！而且分布的如此的平均，哎、欸，也不对耶，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到下一票都没？是某虾红素。虾红素现在就大家一直觉得它很轻松，是不是虾红素大家都觉得它很凉了，这样子也是不行啊。0225099933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姓郑。郑小姐，收音机要关掉、哦、郑小姐麻烦您收音机先那个小声专先转静音一下。没关系，我关掉。好，哪里的郑小姐？北投。北投郑小姐哈，是来北投郑小姐，你要投给谁？柯啊，感觉他的我们市长，对对对，是耶，就是前市长咯。对对，他我觉得他有在做事情，而且他很认真，嗯，而且我觉得他会比其他的我不想投的那两个人他更有说服力，他更有魄力，他更有自己的主张。可能是你不想投的三个人哦，三个人这还有一个只有十几%的就不用讲了。我觉得那个预期，他可能就会在预期的时间内自动退出，自动消失。好多人会这样子想，可是感觉这次他们一直牵手有那种手势出来，只有他们，因为其他人都还只有一个，只有他们有联手的那个海报出现的，你知道吗？哦，对，有四手联弹，对啊。那是作秀派的嘛、嗯、那做作秀也是正常的。好，所以说我们今天不管这个科会跟谁整合，你都会投他咯。对对对。对不对？只要有他的姓氏在里面。只要有他，对，他不管找谁。找谁。只要有这科。所以这一例。所以其实快呼之欲出嘞。对，只要有他，他配谁都不重要，但是只要是以他为首，哦、我没错，就是马首是瞻。是是是，就说管他是有洋葱还是胡萝卜丝都没关系，都没关系。主菜主菜一定要是柯仔煎，好，对对对，主菜一定要是柯仔煎就对了，其他不重要了。对对对对，好，感谢你，感谢北投柯粉，谢谢谢谢0225099933，最公正的民调来了，你好。Hello， 喂，嘿、hey ，你好，你好，喂，哎、hey ，我要投侯友宜。哦，请问哪里？我是嘉义，嘉义人呢、啊，一定要支持的。嘉义市吗？嘉义县，嘉义县哦，好，对，那个侯友宜哈、哦，好，待会不要先不要挂掉哈、哦、，Hello。张小姐，哎、欸，绿豆嘉义人，你要那个啊？你觉得你们嘉义的支持，他会猴头菇的当选，不是当选，就是那个他的支持率有没有胜过其他的组？在嘉义，嗯，有，他听到支持侯友宜，他现在在美国听到你这句话，应该非常对呀、啊，要应该要给他加油打气、啊，完全时差已经消除了。OK， 好，谢谢你啊，谢谢。江太，我想问一下，怎么了？请问什么时候卡儿还会上节目？啊，会，
他那个，因为他也是我们铺子，没错没错，嘉义人在我们这个节目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对呀、啊，他是我们的金孙呐、啊。很喜欢听到他的声音，请问他什么时候还会上？应该过中秋前一定会来。哦，对啊，中秋节，哎，不对，不是中秋节，应该是脱单日前了。他每年都会来吃一下那个糖葫芦啊。好，我每天都会准时收听，感谢哦，想知道，谢谢，谢谢，谢谢，节目好棒，感谢。那个故宫南院你可以免费哦，你不要忘了，对对对，故宫南院要去，好，探索。谢谢。谢谢韩国文化 DNA 0225099933 Hello 你好啊，主持人江太晚安、欸、Hello 怎么称呼？哦，永康，我太郎永康朱先生啊。哎、欸，我好像记得你上次投谁？对，我上次我再跟你，我再跟你那个报告一下啦。啊、你有改变了？绝对哈，是指那个侯友宜 啊。对啊，你不是侯友宜吗？那个柯文哲，他过台铭在台湾哈，每个县市绝对、嗯，我还是同样讲上次通那个柯文的话啦，绝对没办法拿到第一名啦。好呀，啊，那个。那个侯友宜哦，只有靠自己，我们国民党就可以当选啦、哦。不是啦，你也要搞大沙冈啦，你要那个啊，在永康帮他。如果在台湾日子要好过哈，你绝对要给侯友宜啊。你如果说给那个什么那赖清德啦，或是他柯文哲啦，郭台铭他们都是不是好东西啊。好家伙，我那个投票开完后，我再给你 coin， 你再才是。好、哦，对，因为你上次有留电话，就是如果你那个当选，我们要给你礼物。哦，对、那个、你记不记得那个电话就是。是啊是啊。好，感谢哈，好好好 ，OK。所以0225099933 ，Hello， 你好。Hello。喂 ，Hello，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姓陈。哪里陈先生？台中。台中陈先生。对。来，你要投谁？我要投侯友宜。好，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现在来讲，如果大家，因为其实我身边的大部分都会投柯文哲。你是学生呢、欸，对不对？我不是，我已经35岁的上班族了。真的，感觉怎么好像有点热血青年的味道。没有，我是那个啦，我上班，只有我蛮爱早上都一定要看蓝轩时间之类的，因为会吸收一些政治资讯。我知道，也就是说，其实你的一天最重要的时刻都在中广陪你。对，没错没错。好，对，所以你要投猴头菇吗？我要猴头菇，一定要选他，一定要选他。好，不然就是如果真的选了赖清德，赖先生的话。可能真的会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办法明朗，然后什么事情都好像都可以做。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那个工作的性质是哪一类的？我是翻译，就是在日商公司。哦，现在还有日商哦？还有，哎呀，感人嘞！Konnichiwa，空班蛙的已经空班蛙了。哦，对，应该是空班蛙了。干巴的 ，OK， 好，谢谢，加油。第一次被接到，我真的。那猴的日文怎么念？猴嗓哦，就是扣嗓，也是念扣，可是科也是扣吗？但是我们心照不宣知道我们的扣就永远你是那个扣就对了，对，没有、okay、没有另外一颗。吼吼吼吼吼吼，感谢，谢谢你，谢谢，加油啦啦，拜拜，加油啦啦。好，那个我们来自日文翻译0225099933 ，Hello， 你好，你好，是，我是土城的卡门，卡门呐、啊嗯，你不包租公吗？满租吗？现在都还好啊，真的，嗯，先讲一下你那个房租有没有涨？我没有去调它啦，真的，过日子过得去就不需要了。哎、啊欸，我记得你是6间还是8间？8间呐。八间了，对不对？八间嘛，哈，好。那我们要问一下包租公，一个包租公的心情来讲，你会坚定的支持谁？我要坚定的支持锅烧意面。锅烧意面哦，是的。那如果锅烧意面他在前就投票前他说他要成全大局，你会投谁？那我还是就会改投那个猴头菇吧。猴头菇啦。嗯、对。对不对、嗯、好，所以你觉得工商一面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上的大好吗？有啊，我觉得他最起码实事求是啊，他也没有政治包袱，也没有政党包袱啊，然后人才为人适用啊，
像他的这个发言人黄师兄都很好啊，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一票人啊。然后这个治国就是要考，要讲求专业嘛。嗯。这很重要，治大国要烹小鲜就是了哈。OK，啊、好，那个希望他大傻逼，好吗？还好啦，毕竟感觉会给我们很多钱的样子。嗯、好，谢谢卡门。谢谢好、嗯，希望你满租100%022-2509，租他房子蛮幸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房东。02-2509-9933 ，Hello， 你好 ，Hello， 喂，嘿、hey, ，你好，你好，你好，嘿，我开窗，我姓孙，孙先生哈，请问一下那个你要投谁？柯文哲，柯文哲，哎、欸，这家他今天投支持率很高、欸，哎，嗯，是哎、欸，你请问你是从事哪一行业？我在建筑师事务所上班。哦，那你是建筑业吗？应该算对，是不是？所以你觉得你们事务所支持他的比率多少？不多。那来来来，那我再问一下，你认为其他人支持谁？据你暗中的这种观察，敏锐的结构法来观察。是，你觉得支持谁？结构法是什么意思？就说你我们老板是深蓝的，所以一定是侯先生吧？哦，所以你们是深蓝建筑事务所 ？OK， 我们大陆也有案子，哦、真的好强哦！真的，难道我们的那个京张高铁是你们有参与吗 ？OK， 这个不好说，应该没有。谢谢你，谢谢台中孙先生，02-2509-9933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第十六通，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十六票。Hello， 你好。喂，嘿、hey, ，请问怎么称呼？哎，你的收音机先关掉一下。好。陈哪里？陈小姐。新北。新北哦，新北你要投谁？侯友宜。好，你几岁？好年轻哦。50几了。真的？哎、欸，天哪、啊，怎么娃娃音哎？你比志玲姐姐的声音还动听哎、欸！好、哦，新北哦，谢谢坚定的新北市民，谢谢你哦，啊、感谢今天我们的超透明投票，啊、下周报票到底。啊